前三都搁那。他怎么直接被打跑了呀？不用的。哇，怎么？还要再打个河蟹才可以五级。中路貌似可以反蹲一下。王森没来，我先刷。上路有机会，好像自己单杀了。哎，这剑姬，养成塔迪回家出幽梦。这个兵就不对他的，可以很肥。现在那我想想，还是往上面打。哼，这个剑姬完全打不过别人，还要打，受死啊。给他留一下兵吧，我没大招杀不死他。下路为什么压得这么凶啊？看不懂都没眼的，他们乱压。我看看我能不能支援到啊。沙漠的那哎呦，被他 Q 到了，可惜差一点点能走，就差一点点。上路，又被单杀，我的爸！看一下他有没有在打，没打。哎，被 Q 到了，可惜。这个龙他妈抢要死啊！不抢了呀，给他了呀！我在路上，保命算了。这个人一直被他。不要没中，又要被单杀了，不可能。
把他电死了应该。思想全部出问题了。哎，机会，前三波了。死得其所，懂不懂事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单纯菜？他是菜啊，人菜是吧？这是自食的，不是什么单纯的。好的，我操！菜的亚皮，注意危险！无形之刃。这波要打团了，但是坏消息是我的蓝 buff 没了，估摸着有点难打。剑魔要杀翻，buff 要850块。别他妈浪，一个被红 buff 烫死，nice， 妈的这一针把这打的跑掉了，龙也不打。没有怎么打龙的意识，这么多血，兄弟们都是剑七向你玩的，跟你的手法差不多，多吧。我在路上，差点压皮。我要封印，他不会 Q 掉。请求集合。在。买过钱回家了，多一个15。无形之刃，最为致命。这剑魔打不过我，比他肥，现在打我队友还先捏。OK。哦，这个人也是小蛋啊！互相杀，互相的队友，真有你的呀！打不过。OK， nice。机会来了，没用没用，没用没用。该赢还是要赢，算了，不回家，再杀一波，再杀一波。
这边就是盲僧稍微厉害一点，其他的一般般。我想想，我再出个什么？出个沈风吧，沈风增强了。请求集合。减治疗就不出了。现在剑魔在我面前，小瓜皮。无形之刃。剑魔在我面前现在是小瓜皮。19秒一个大招。他想干嘛呀？哈，他套着魔法盾就往你身上靠。我知道啊。大招太好了。点魔亚托克斯，世界的终结者。他怎么直接被打跑了呀？不用的。还是你们猛一点。剑魔影响三天，不可能的呀。每天晚上吃个柚子，3个月减了20斤。感觉剑魔这英雄笨笨的，很笨的，很好杀，真的。他的技能你都是能预判到，巨好杀，巨好杀。集合进攻纳什男爵。你乱杀！哼，带这种剑姬赢。我玩打野，我都不开心。退一步，再 TP 出来，完美。海阔天空。但是不合格，就不说。哇，怎么？这我怎么打不到人啊？剑魔为什么打不到人啊？我就那三刀，感觉剑魔是垃圾英雄。他就那三刀，他还能怎么办？还能怎么样？没那么厉害。你放那个刀的时候。就是一直被打，现在就把他打死了。